的，不走拉倒，我走了。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只蜻蜓带我去远行，直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像一群 baby。 我该是美丽的奇遇，你来自灯火系。可愛い人は世間に見飽きてしまんまだよ。可愛い人は世間に見飽きてしまんまだよ。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摸不住享受。全体集合！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好震撼，好夺目，好炫彩。那个 DJ 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哈哈。看人家不母狗耶！
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。卡哇伊，你的娃是嘎吉呀吉呀这些麻辣油。警察叔叔走了，可以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知道左手右手。警察叔叔来了。警察叔叔来了。警察叔叔。かわいい人は世間に見飽きてしまんまだよ。かわいい人は世間に見飽きてしまんまだよ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你给我起来。喂，Nicely. Wait. Wait. Okay. Good boy.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摸不住，像手纹像在煎着的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那你放这炒的没有分别？是谁的心啊？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，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。Bless you, bless you.要得到女孩子芳心，一定要靠眼神看着我。确认过眼神，不帮你了。好好好，我不笑了，不笑哦，再来吧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
悟空。哎呦我的妈！